林、清境，然后再来是福寿山。你在说什么？哦，没有啦，就我们五个农场已经去三个啦，再来还有彰化和台东农场。嗯，不是只有你在做功课哦。哇，给你拍拍手，给你放烟火。哎，有展览呢。你知道吗？我爷爷也是老农民哎。我以前就常在想啊，为什么我们不像美国拍那些伟大的战争片？抗战、北伐都很伟大啊，不是吗？这些抗……哎呀，不管啦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啦？如果大家都不拍这些片，就都忘光了。记得，遗忘很容易。没有负担，但却也抹杀了一切价值。魏巍老师曾经说过，记忆不是智慧，但智慧却埋藏在记忆深层，一旦忘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怎么了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想到爷爷，他现在住在荣民之家，不知道过得好不好。不然我们明天一起去看爷爷吧。好啊。张爷爷最近的情形不是很好，已经有失语的现象，虽然我们很努力照顾他，但也只能设法减缓恶化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这类病症患者常常会因为忘记东西放在哪里，找不到而生气，怪自己，甚至造成认知功能退化，所以最好能让他经常看到一些他熟悉的物品。你们看，像这样的柜子又叫记忆导引柜，就是让他很容易看到熟悉物品的设计。但是爷爷的私人物品不多，所以建议你们能找一些他记忆深刻的东西，对他的帮助会比较大。爷爷记忆深刻的东西，我不知道哎。飘飘飘，唯美的头上含蓄，何时求君西红门？红山雨天来走喽，红山的雨天来。这是我妈，因为我爸走得很早，所以一个人辛苦撑着这个家。现在退休了，除了当义工，她最喜欢的就是找朋友来家里唱唱歌。哇，阿叔啊，真久无听你唱歌呢，唱一段来听的啦。好，嘿，好。因为语言上的隔阂，加上在我爸车祸过世的时候，爷爷没有及时赶回来，所以他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原谅爷爷。
妈，爷爷的东西放在哪里啊？阿志，你打包这个呀？哎呀，那不要听着讲，你打包的。你哦，莫甲我牙空嘴胖啦！啊，你甲我牙假，你稍等一下。来啦，拢伫遮啦。阿祖啊，啊恁大哥真正晓滴个哦！啊，唱歌啦，唱歌啦，唱歌啦，唱歌，唱歌。这是爷爷的。这是骨灰。抗战。胜利纪念章。行，有进展了。荣福处找到爷爷以前工作的资料，原来爷爷不止打过仗，还参加过台湾的建设，很伟大哎。哦，对了，荣福处还帮我们联络好了，到爷爷老同事的家去，他们有更多资料。这就是我们家老爷子留下来的，里面也有宝书。大叔的爸爸和爷爷是同乡，又是战友，后来还一起参与荣民工程建设台湾。就像小五说的，原来爷爷这么伟大。叔叔，这可以借我们拿去翻拍吗？可以啊。听说老爷子还会唱首歌、哦。对啊，我现在唱给你听哈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。二九军的弟兄们，抗战的第一天来到了，抗战的第一天来到了。爷爷，你看你的孙女荣欣来看你喽。
爷爷。爷爷。红心，爷爷，红心，爷爷，爷爷，这个水果。爸，好乖啦，哈，咱食这几个，好。哎，你妈怎么在这里？我跟她解释过爷爷的委屈，她知道之后就吵着要来。那我们就进去吧。爷爷，嗯，小五，你嘛来看阿公哦。哎呀，阿姆，看到你来，真欢喜的。你讲迄什么戆话？啊，阮大官住伫遮，啊，我当然嘛爱来家己照顾。啊，你拄仔你都无看到咧，别人要家己饲吼，伊拢唔食咧。啊，我家己饲水果，伊食到偌欢喜咧。啊，不过你唔是？迄是较早五岁，即嘛五岁已经无啊。啊，伊是我的大官，我来家己照顾是应当的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你莫遐搞话啦。啊，你甲荣新有啥物代志吼？你去无用啦。啊，水果摕来。爸，咱过来吃几个，好。哎，那个我们那个音乐上传好了。对对对，在手机里面。哎呀，那开那呀，那开中控的时候死人特别多，那时候就是没有机件嘛，就是炸药嘛，炸药也就是尽量都是用人呐、啊，用那个铁棍呐、啊、敲石头啊，就是这样，都是石头都往外搬呐、啊，这没有机件，完全人工嘛，啊，死人很多，那比。你打仗时候知道敌人在哪里，这个跟石头上面，它从上面炸的话，把那石头都清得很干净，不会了。在下边炸的话，上边都震松了嘛，震松了不知道都掉下来了。